什么是 WBG 对内语音？他说：“吃懒，我可以吃懒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吃，可以。我帮你打吧，我帮你打。我可以 A 吗？怎么？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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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我马上到，你吃，你吃。哦。”他说：“相信你。”现在这样是不是要一抢位啊？看你啊，看你啊，看你。可以选啊，可以选，选呗。位吧。嗯，相信你，或者是相信我。这把你就给他一拳。嗯，相信你，或者是相信我。这把你就给他一拳。男士 S。S 但是打团先看这则力就行了，我20秒大招，打得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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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。他说：“我的，我的。”你给他压力杀皇，能杀？我丢鬼了，我丢鬼了，冲上冲！动手，动手！得力，得力，得力！有五杀，五杀，五杀，五杀！啊，可惜，可惜。好好的五杀被无限抢了四个，上吧。没事，帅哥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哎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的，你的，你的，你的。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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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哎呦，这把真的有点还好赢了，我中路大波送的太夸张了。我第一波该我该去中的，然后后面那个哲力来，我忘记提醒你们了。感觉我那波是可以来中的，然后后面那一波打起来，我应该可以跟你们说哲力会来。他说：“亏桑提，可以重给。亏桑提吧，而且德赛拿亏桑提真的是专业的。是赛赛哥玩亏桑提，应该没人能打得过。对对对对。卧槽，可以。赛哥顶了很久了，只能说。对对对。他说。自信啊、哦！我周末玩多好吗？可以，牛逼！你本来就玩得好，是的，你本来就强。哦，是啊，我玩得太随便啊！我们太容易死了，在帅哥那边的时候，送了两步，送了两步，没事没事。你在这样带了，你很自信，帅。没事，我玩得太好了。你确实玩得好。nice 帅 ，nice 兄弟们。他说：“帅哥。”我可能会去抓上帅哥，帅哥顶了很久了，只能说没事，帅哥没事没事没事。提醒帅哥的时候说的直接一点，他可能三级上去打帅哥，你要小心点，帅哥快上去了，帅哥走了，我不想直接打帅哥，等我推线，帅哥的位置，等帅哥推线，这双差一点，上路线我卡一下吧，卡吗？可以，我卡都行吧，卡的话就不去，他瑞兹消了，OK 上路卡塔还要帮泽赛挡一下线，我哭死。老子真生气了，他这个行为，老子要去翻一下之前的比赛，他有没有为我做过这种事情？没有，不要管了，我毙了，毙了，我会要美的了。卡萨，卡萨应该喜欢我，是，卡萨喜欢我，我也喜欢他。